请，因为临时有点事儿，所以恐怕我得先离开。你喝醉了。我没醉。喂。喂，你好，是梧桐小姐吗？哦，我是。请问您是？请你大点声，你那边好吵啊，我听不到。湘君先生是您的朋友吗？哦，是。请问有什么事儿啊？他现在醉得很厉害，一直在喊你的名字。我们从他的手机里找到你的电话，他让我们打给你。怎么大中午的就喝醉了呀？你现在能过来一趟吗？如果不行，我们就只能报警了。报？那好吧，我过去。仲萌，对不起啊，因为临时有点事儿，所以恐怕我得先离开，不能陪您了。什么事啊？公司啊，他还没有结账，一直在这里吵闹发酒疯，我们店里好几个客人都被他给吓走了。什么？这是账单。梧桐，给你啊，谢谢。我还没喝完呢。谢谢啊。大中午的喝成这样，走了，我们再喝。走了，我要再喝。梧桐，梧桐，梧桐，来，擦擦脸。哎，起来，擦擦。不要。起来喝水，来。不要不要。喝一口水啊。你喝醉了。我没醉。从小为了跟我爸对抗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认真。他说如果我这样做人的话一定会很惨。终于说中了，这是不是我的报应？是不是我的结束？你放开我。你放开我，松手啊。我第一次想对一个人认真，我第一次想好好的爱一个人。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？他哪儿比我好啊？我不放。放开。我最早是想利用你攻击李仲谋，可我很快就陷进去了。我早已经忘了，我忘了，忘了那个初衷。我现在是真心喜欢你，我爱你。你相信我好吗？啊！你太过分了！湘君，你现在这样自暴自弃，真的让人很心痛。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，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。我爱的是李仲谋，我五年前爱的是他，我现在爱的也是他，我从头到尾爱的都是他一个人，你明白吗？这个向俊总是打电话来，是算示威吗？他还是缠着太太不放。我已经答应过他，要给他一段时间。他一定会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的。